这部电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，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。我父亲是广东梅县人，民国36年，我出生第40天的时候，他带球队到广州参加广东省的省运会。他那时候是广东梅县的教育科长，在广州他遇见他中山大学的同学李快。李快那时候是台中市的市长，他有父亲来台湾当他的主任秘书。隔了一年，我父亲写信回家，说这里很好，有自来水，要我母亲带全家过来。民国38年，我父亲调到台北教育厅当督学，那时候我们住新竹。因为北部气候潮湿，我父亲得了气喘。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为了我父亲的身体，全家不得不搬来凤山。我祖母常常在包银钱，她说以后死了以后要带到阎王那里去用。那时候祖母已经80几岁了，我父亲非常孝顺，每次吃晚饭的时候一定要祖母在他才开动。但我祖母每次在吃饭的时候都会出去叫我。我祖母对我特别好，因为我很小的时候算过命，说我将来会当大官。我在凤山的外号啊哈，就是我祖母常常去找我叫出来的。
好啊，125块钱，下面你拿来。嗯，我不知道。五金，妹你还有买的吗？下面你拿呀。没有。还够不？够吗？奶奶呢？没有呢。还够不？干爽你，坐下来。好的。你抓紧我坐。哎呀。小奶奶不见了。嗯，坚持的。我埋在这里，被人家偷走了。你不能讲哦，哎，个病子了不呀？你奶奶呢？我埋在这里，然后砖头压在上面啊。看他骗你了。真的啦？我没有骗你啊。看你用个啥呢？好苦啊，我听不得路了。阿浩，我妈那边呢？你太太，这钱还没给呢。你忙不？哎，回家去拿了。猪啊，不要一边吃饭一边背乘法表，要不然就吃饭前背一遍，然后吃饭后再背一遍哈。炒咖喱，田鸡炒咖喱。来照看，来照看。去照顾，去照顾。I'm D, I'm D. I don't know, I don't know. 一家用钱完蛋了。真是没笑啊！那人真是没笑，谁人的爹妈给？阿浩啊，阿浩。在这神呐、啊！你这神呐、啊，哪了事？阿浩啊，不要紧，你太就判断了，嗯？
进来。
去硬出金门，我暗叫莫来新人哦。我上个月还有写信给他哎，大概是金门管制吧。以前我每次写信给他，最多一个礼拜就会收到回信的啊。莫你，求你个来见面啦！哦，见面，噶把事一言落嘛。给时间，外地公主托中山太后，求还多两个台湾。跟时候叫做扬州。有一年，他突然吵到恶心尿气，买错王宝茶，去老给拿药的，喝茶呢。突然跌了一下，连带你就跌烂了。我当时心里也不舒服，嘟嘟就跌到棺材店的门口。秋明是太干硬了，秋明所做的作业的，强到干硬。他做不开皮刀，一盆墙的泥土，像假美工，还没买眼了。他可能根本就没。干部，总部送来中一的个几万一台。阿婆讲，我在三塔路口种树，长得最远。
一回，看门来。是，你先一家人也吃早的，人要给到东西了些。岳大爷的薪水涨620块钱，去家外领20块钱，理发、染油，600块啊，加油。要买菜，要办夜店看片。岳爸爸身体唔好，你告诉感冒急救，天白还没有家人。你那副看生人安多，做太太啊，确实想得。你都吃饭又没事情，听白啊，还有什么搞？是我耶，我很多事做嘛的，早头卧面，金头线，天头天，三米的我耶，哎呀，我做的嘞。你唔喺讲哎，喺讲阿种啦。如果有一个人出示范就可以诶，阿种唔捧起出太好，你可惜。阿种，你今摆要脱数啊？就甲张一通咩？也把种好病业就去搞出，迄落计还没脱落太好。以前，伊喊伊男友，先把家己好做事。有闲的时间咯，就坐来看书。骗人有闲啊，就去了。先把看伢爸唔爱做事离开了，还没做你公主考太好，考到中山太好咩？
问你下落个先呢？昂古，你哪会记落个？嗯。下马个呢？啊，经过土豆山学三年就摩托个，穷山东老几所提出来，讲起身份唔好，太了，也下底是行马个三面风气。 哎，你万下个铁嘞，多嘛，挖个门钢哎，铁档哎，连火枪么个通通就拿走，那是连钢，连那一袋废铁。该时候，要带起出来就好嘞。 喏，没考掉，没考掉，你哪考掉？老师，哎，你考啥？今天你没考掉，你考。你考上嘛？没考到。考上来，自然的。考上了不？考掉了。啊，考上。啊，考上。啊，考上。 考到哎，什么呀？考到省立附中，我桌上有一个粉笔打的勾，老师说
桌上有勾的，就是考到了。阿伯哟，你同你阿爸讲。爸，我考到了。啊？我考到了省立凤中，这桌上有一个勾，老师说桌上有勾的，就是考到了。嘛，该有十个哇！就老师讲啊，这课堂上个就说做了好啊，用分别带十个哇。好，跟以后还好好读哦。嗯。阿祖，阿好用耶，依靠到省立附中。哦。阿好啊，阿好。你考到的哦，是啦。嗯，滚，安徽哟。阿忠啊，你妈该坐好风暴。伢的，阿浩就是靠聪明跟运气，他从小运气就好。我们住新竹那时候，我不是到台北考一女中吗？一个人坐火车，阿浩啊，就死都要跟我去哦。那时候火车上不是卖那种那种用纸包那种红豆冰棒吗？很好吃啊，阿浩就一直吵说他要，害我花了5毛钱买一根给他，结果、啊、他一口都不给我哎，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要啊。妈那时候不是说到火车站之后去找在那边当宪兵的阿成哥吗？然后阿成哥看到我的时候啊，还说我好会哦，居然敢一个人跑那么远来考学校，然后就用脚踏车带我到重庆南那边去找爸爸。后来第二天啊，爸带我到学校去考试，在学校门口还碰到我们在新竹那个老师，就是你们说他很好的那个嘛。后来我回来新竹等放榜，爸从台北回来，爸回来那一天，我到巷口去接他，爸看到我就一直笑，然后什么都不说。我就问爸爸说是不是考上了，爸就说对，你考上了，然后就开始很得意啊，在那里算说谁家谁家那个谁谁谁都没考上。后来爸告诉我，我是41名考上的，算数还考100，好可惜啊，都不能念一女中。要是那时候念一女中就好了。阿浩啊，阿婆带你转台路好吗？哎，好啦，沿着台路走，唔识一条，过了河坝诶，就到了梅光桥，再行起步路啊，就到了湾下诶。转台路去做嘛个？人讲咯，阿婆带你转祠堂拜祖先呐、啊。
阿婆啊，未讲桥风来诶，啊？未讲桥啊？你讲啥？你要创啥？哈？唔知你讲啥，咪听拢无啊？啥？唔知哦。哈？未演个未讲桥啊？未讲桥？你咧讲啥物桥啦？啥物桥啦？哈？哈？你唔知哦，嗯，你听有无？唔知啊，你着听无，哪听有？
爸，医生来了。医生。对不起，没办法。文明，文明，文明，部队的连长也讲过，以前在咱抗日的时候，好像抗日的时候，四年一度的，有一摆也在咱部队里的有一个人死的，好像也还不免会跳过去，
哦，就初风笑，那无人照顾了哈。哎，还会对人咯，不对人。嗯，看到人就闹。因为也有人低啊，有人低的嘛，那个事情就拿个东西不给拿。嗯那么多东西就是不是摔断？哎，摔断就好，就摔断。也到底还没跟人家没结。对呀，你讲没个没位啊？顺风就天台了。好。那运气啊。这可能很运气啊。很奇怪。嗯。你多给种事情，挺奇怪的事情。阿珠去洗澡，我洗过了。那好，去洗。你还没忠孝，讲什么小生意啦，赚唔真少钱。你的生意也好，搁你无赚。安尼免啦。个早，伊也较早落来。好啊。等你较顶下早，就拢较早落来，对无？对。啊，无安尼啦。啊，就你甲我搞几瓶。几瓶？嗯。啊，不理了。好。
拜拜了。又回啦。拜拜啊。你个地摆应该好买还好吧？这地。不收啊。这地我好买了。拜拜啊。创新啊！当老板咋袂掉？大块的好看。爷，开来创啊！来啦！谢谢。谢谢你啊，当时啊，这种木糖掉下来啊，那两只脚啊，一长一短哦。嗯。俺唔知怎么办哦，差一点诶，送起去铁达顺商店，还好无送去哦，遇到你，不然呐，生意你就输注哦。啊，呀，哥哥回来了俩。啊好。阿浩啊。啊。来啊，叫刘先生啦。你好。翠兰啊，刘先生，我叫嘞。再见。寒门谁是这个事？哎呀，应该好意啊！你们中医还不是按钮了？反正我跟方美已经写信约好了，谁都不要理他的。圣经上讲啊，寒门结婚的男子啊，有资格追求什么？先生，哎，阿婆，你奶奶我在大树下遇到老奶奶，她迷了路，我就把她带回来了。三轮车钱我也付过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啊，爸嘞。多念念书，多看点历史地理，不是很好吗？你头脑不错，怎么做这种勾当？自以为聪明。
开，拿出来。没啦。你想要干啥？听讲你拆山的唔？拆山的喏。干！哎，滚出去！继续干！哎，这边就是伊哦。对。一刀的，有你会怕笑？搁一个在倒位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那个谁，黄金水，干什么？你们早上好。阿婆，哦，来了啊！阿婆做嘛嘅啊？我在孙颖演呢。孙颖演啊？哎。孙颖演做嘛嘅咯？那是演王继勇啊。那是演王继勇啊？哎。阿婆，有翕相嘅啦。今天报名要落去翕嘛？不要紧啦，落去啦，做个纪念嘛，落去啦，落去啦，先放定啦，落去相的啦，好冇？嗯，好。阿浩啊，落去相哦。哦。谢谢。阿浩啊，落翕相哦。阿婆，阿婆要看那边啊。你把伊早伊下来。
再一张。收起来，放回去。小流氓，你知道今天什么意思？放回去。干嘛？快，放回去。过来。干嘛？过来。给我出去。张小明，出去。快。站在这里。站好，你给我站好。今天这个改善农民生活，已经决定分别在台北和台中新建土地改革进馆。今天是县副总统打脸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将建在中正路敦化路口，台中的纪念馆将建在民权路和中华路口。纪念馆里面将陈列陈顾副总统推行土地改革的有关资料。哎，开放小流氓！别，这小流氓还别，好，我回来。小流氓，可恶！给我回来，小流氓！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娘的，干他妈哟！本来你弟弟是要开除的，因为我们顾念他已经读到三年级了，所以我们尽量把他给我留校查看。他还年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给他一个自信的机会，主要的是他接任老师陶老师啊，不愿意他留在这一班，所以我们经过开会的结果，就把他调一个班。好，那就依陈教官的意思，以后还麻烦教官多照顾他。
当阿妹当妹当妹当坐在瓦罗地，我里夜里静静听我啊，哦，请你赶紧回来。这个女的啊，是总婆男友带进来的。这个佳子啊，是俺十七岁的时候，从广东上海买房来做生意离婚的。来看俊逸啊，医生哦，我不愿学呀，身体有劲，其他的啊都会假的。嗯，加班夜爸爸的时候，唔理佮身体唔好，结婚医生也，出出副手机医生也。阿浩啊，不要唱了，卖铜卖铁的难听死了。在以前呢，高中的时候有个男同事，那里有啥意谈的了，不敢同阿爸阿妈讲。该是有意外咯，爸弟嘛，爷爸，你也不熟，你做了不卡就做个看书，无声无息。爷张嫁过来的时候啊，还很爱吐英文，考唔上张文件。嗯。结婚的时候，爷公无事情做。爸爸，我家有母亲，所以恩典啊，离行结婚，连面床都无埋哦，依强哦。后来就梅烟，摔阿婆的面床，阿梅啊，半干皮啊，压到要死哦。天热啊，那用滚水拿来撸。同爷爸讲，爷爸，伊冇欢喜哦。讲那个，要不卡，那又要不卡有钱咯。第一胎，中到你，爷婆唔知。第一胎中不卡中，中到阿强。爷婆啊，伊冇欢喜哦。讲那个，强叫妈诶。就唔同阿成要求，中年的第三年，阿七家一同顺成要求，木着搭搭跌落，个时候，唐人讲，男的来，就阿亲姑，阿亲姑同阿琴聊啥？穷人，后来你唔叫阿琴成吞呢，把阿青过世。阿琴吞呢个时候啊，还很爱。妈妈，念念哦，那讲到啊，病到面中后背，唔敢出声。有一年，阿婆带阿琴去止痛了，许多个精神的东西抹枪，用阿妹 U L U O，
要晓得伊门烟有暗烟呢，就从药铺的那药的讲就是，晓得就知道嘞。伊呀的，都是暗暗的，听你，就是的。啊！阿浩，你买一罐酱油。啊。哎，阿浩啊。嗯。你有看扫码那杯扫码的东西？这几杯好像是上西牛的。
妈，你怎么了？又还没睡呢。我起来上厕所。你说呀。你肯定要记下心里，因为语言检查，医生讲我这边可能伤了，我看无人做饭，阿婆无人看就唔见脱嘞。阿忠就写我公告书，又无办法转来，还是真唔放心。阿浩会做啦，煮饭、洗衣服，他不是连缝衣机都会用吗？那他只要每天晚上把第二天便当菜准备好就行啦。阿婆就请对面的王妈妈照顾一下嘛。对呀，我星期三。星期六、星期天没课，我都可以回来。而且台北的医院设备比较好，医生又多。送的怎么都牛奶味啊？问阿祖啊，一日干两牛奶，半牛奶屎。又喝牛奶？哥，这里有你一张体检通知书，是你长拿来的。一天到晚都喝牛奶干什么？喝牛奶有什么不好？营养最丰富了，蛋白质啊、铁质、矿物质都有，而且我现在也不会再画地图了。什么画地图啊？画地图，画地图就是梦遗啊。这位老太太是你们贾玲啊？是啊，哥，阿婆回来了。阿婆，多少钱啊？哦，一杯块。一百块？啊，一杯块。怎么那么贵啊？这一杯块不算多的了，
他叫我早上拿到现在，一百块还算多。我从高雄到凤山都不要那么贵。他叫我转，还叫我带他回大陆来。一百块太贵了。一百块不算贵的了，我要这个价钱是公公道道的，绝对不会多要你一块钱的。哎，一百块不多了。一百块太贵了。一百块，哎，一百块拿来。一百块太贵了。拿来。一百块。哎，一百块。一百块。拿来啊。十块你要不要？十块我不要，我要一百块。十块你要不要？十块不要，不接。哎，你怎么打印呢？哎呦！这个要孩子，什么礼物？无啦，导演，还没出来，安怎啦？啊，这是安怎嘛？你唔讲？无啦，无啦。你遐久啊？啥款？啦，红包，我看下啦，5块。干爹，你在笑啥？提红包啦！提红包，我看见。5块。提红包，真是的。
没有。哎，吴素梅啊，挂钩啊你。我管你病。我老病啊。要吃呢？几张？几张？好。哪呀？啊哈！我告诉你啊，刚才我看电影，跟我女朋友看电影，看陈敏文插队。你猜谁呢？今天要问他们，我叫他们不要插队，他还推我，推我嘞。我告诉他我是他的朋友，他反而没跟我道歉，揍我。你干哪来？你，你干啥跑？啊，你来了！干你爹！干我大爷！干！一会儿你干去，干，啊你还干，你三个，啊来，你是阿拉带人拍好人个，我兵哥也捌你，也捌我，人叫人甲拍，伊叫我要对阮兵哥哪交代，你要甲拍，你嘛要甲我讲啊，我倒啊，世界足球哪我倒，啊无你拍算要安怎，来你啊。对，说说对，说说对，说说对啦。干你爸生意！干你娘以后都莫出来走路，阿咪啊！阿婆，吃饭嘞！来。
不信！不信！第二手啊，啥物事？我知道。哦，来，你去。你等啊。爸爸，爹爹，爹爹。我来看下。我来听吧。我。阿咪，阿咪呀，起来起来。刚才没有做，是不是？小康。
妈。妈先到客厅坐会儿好了。把包包放好。哦。皮箱放吴斗柜那边去。阿浩啊，待会儿把火升起来，然后烧点热水，妈要洗澡啊。这样，啊这样，嗯，咱干完了，不是，今天不好上家里，干完了，现在被派出所看，我今天袂等，你准备等，我老婆等啊，我去买菜，阿丁也赶快来炒，无快嘞，听昨暗西门边我炒真厉害。菜放这里哦。嗯。阿忠下心的来，共用伊多钱，迄免哪伊赌啊？无啊。无。伊要变赌博贵哦。妈怎么样了？本来医生要把妈的舌头全部割掉的，妈不肯。舌头割了，就连话都不能讲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只好照顾六十啊，照了半天也没用。你现在不用上课了是吧？学校现在发温书假。那你也快毕业了，有没有什么打算啊？我要念军校，教官说我可以保送。阿忠啊，你上次写信说要去体检，那什么时候当兵呢？体检通知单已经来了。我39公斤，兵种体位。那你今年不用当兵了？明年可能还要复检。听说要复检3次。嗯。
那你申请调到曹公国小的事情呢？没有人对调。阿忠的身体呀、啊，从小就不好。困起的时候早餐，再又会搞熟，转来又会煮饭、开水。叫阿浩的时候就不同了，开始借不开有钱，又有牛奶好吃。爷爸去工作的时候，那么去门口，看见面团团哦，一枪也滚。干！阿金龙，阿金
啊，阿杰，阿杰，阿中央输掉啊！带你去门口三门去干那个臭鬼啦，紧的啦！去门口？紧的就去门口遐，紧的啦！惊袂使啦，我老母惊破病命出去。无无，你入去啊！紧的，紧的啦！黄家河35，吴一汉也送40，30，哎，阿富叔哎，好久没看到他了，还送60。阿忠啊，这些首饰就留给你结婚的时候用啊。这什么？哦，这是妈妈的会钱。妈妈是委会，会头的叶太太借去了，就留下这个借据。就是北门二村那个叶太啊，对，他问都不问就借去。哦，这是爸的自传呢。
爸原先打算只在台湾住个三四年就回去的，所以他买的家具都是些竹子做的，比较便宜，走的时候也可以丢掉。后来妈想要一台缝纫机，讲了好久爸才答应。爸因为有肺病，所以他的碗筷都是我们分开来，他不跟我们亲近，咳嗽都逼着我们，是因为他爸把病传染给我们。叶太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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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呀？谁？哎，你不是笑爷吗？坐。喝杯茶。来，喝杯茶。有什么事儿啊？阿婆吃饭嘞，阿忠，我今天去叶太太她家，他们家比我们家还破，我看那个坏钱算了吧。等你考上大学再说吧。
那年暑假，我真的参加了大专联考，没有保送军校，就是因为吴素梅的那句话。后来我收到阿忠从小港寄来的信，他说他写信给叶太太，汇钱不用还。叶太太回了他一封信，很感激，还说领到退伍金一定会还给我们。一年以后，祖母也去世了，我没有考取大学，吴淑梅全家搬到高雄。祖母去世的那个月，一直躺在榻榻米上面没有起来过，大小便都不能控制了。那时候家里只有我跟两个弟弟，请来医生，医生说太老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发现祖母手背上爬着蚂蚁的时候，祖母不知道已经去世多久阿咪呀、啊，去拿水要吗？进来，快点。找了收尸的人来清理，当他们翻开祖母的尸体时，发现有一面都溃烂，收尸的人狠狠地看了我们一眼，不孝的子孙，他心里一定是这样在骂我们。一直到今天，我还常常会想起祖母那条回大陆的路，也许只有我陪祖母走过那条路，还有那天下午我们采了很多芭乐回来。